亲爱的各位贵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是是是，非常感谢今天大家，端午假期还特别拨空齐聚一堂。对，我现在我们，非常感谢刘云竹老师刚刚的下雨的时候，在这个时候是特别清凉的感觉。那我们首先我们就是介绍一下，就是我们台华窑的大家长。李兆新董事长，谢谢他提供这么全台湾最棒的一个场地，比魏武营还要好，谢谢谢谢，感恩谢谢。第二位，我们介绍我们最美丽、最年轻，然后最有爱心的李秀芳老师。对，他是这场活动促成的灵魂人物大推手，感恩。然后今天的那个就是展出的艺术家那个林静豪先生，对，他也是这次那个全国就是全世界那个新唐人油画大赛的一个获奖，也是我们鸟松艺术高中杰出校友。对，那再来我们欢迎就是我们好久不见的吕庆龙前特使，也是我驻法大使，谢谢谢谢。他对我们台湾的艺术产业都不，就是帮我们推展到国外去，待会再请他分享。然后，再就是我们那个，施哲山博士，刚从旅居芝加哥的艺术家，是钱康利，还有师母，师母，对对对，对，对嘛。那在待会再听他的那个分享，对，他在芝加哥有两座。美术馆嘛，一座哈，对，那这也是他的作品，待会再请他分享。那再来就是我们台湾杜聪明博士奖学，基金会的杜武清董事长。我们都知道杜聪明博士是我们台湾的，第一个医学博士嘛，就是他帮我们台湾。对，等人民的健康哈，对，待会也请他帮我们分享一下，对，然后再来是我们那个我们的学长王丕的学长，他是那个台湾时报的主任，对，待会，那再来是我们台湾艺术大学的我们的。副座，林国佑副座，谢谢。他自己在石碇嘛，哈。啊，石碇生活园区。生活园区也是有一些展览活动，对，待会我们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，谢谢谢谢。接下来这是我们的梁教授，对，也是我们台花窑的那个常常的画画的艺术家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再来这位是。然后得过普利兹奖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对，这为当代文创执行长策展人，我们蔡晴宇执行长。他说他有一个传统工艺的计划，等一下再跟我们吕董事长交流一下。谢谢谢谢。然后再来这是也是我们高雄来的哈，我们美国西南德保罗大学东方医学研究院的教务长。也是我们国际审美学会的总会长刘鸿荣博士，谢谢。再就是这个陶笛艺术发展协会的连续生理事长，谢谢。如果有没有介绍到的，再待会儿再补充。那刘总会长有带一位宋老师嘛 ？OK， 谢谢，欢迎欢迎。那个我们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徐新生老师跟他的先生，谢谢谢谢，好厉害哦！你猜他几岁？
可以翻跟斗吗？所以不行。然后那个，哦，对，我们最用心的，我们的馆长，国立台湾艺术教育馆李博彦馆长。啊，非常用心。等一下，请他帮我们分享一下。还有一个，我们一个退休的老师童煌生老师，谢谢，挥挥手，谢谢。那还有很多我们秀芳老师的团队，这个筹划很久的这些众美女，我们是起立，这些筹划都是他们来，我们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，感恩。还有我们台花窑的团队，妮妮总监，还有小绿，对，还有等等一些对最坚强的团队，然后把今天这个场布置得非常的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是不是就是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可以，我们现在就是掌声欢迎我们这个我们台花窑大家长，董事长跟我们勉励几句。谢谢。OK， 那我们就是要介绍李秀芳老师出场之前，要有很多的那个。没有。他真的是对，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筹划大概去年就开始了，然后因为我们想说要表达对台花窑及李秀芳老师的感恩之意，然后我就请教秀芳老师说：“哎，台北有没有场地可以办感恩音乐会？”然后他就马上带着我们来找我们的大家长李董事长，然后李董事长就一口答应，就是把这么好的场地借给我们，是不是再度掌声感谢感谢？真的是全台湾独一无二、天造地设的一个场地。每个贵宾来，因为今天为什么人数都是精挑细选？这是 VIP 的音乐会，本来就是真的是要感谢两位，然后我们这些好朋友们都一起来共襄盛举。对，那李秀芳老师他是非常的，就是等于是他四十多年前就开始做这些就是付出传承的工作，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提携他的后代，包括就是说他现在都还有他已经是博士的老师了，对，很多博士都是要来跟他请教这个幼药的一个部分，然后他听说我们要办这个音乐会，他的那个他的准备用心真的是不知道要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，就是他亲手绘制这个伴手礼，大家可以打开。每一个都不一样，呵呵，这都是老师亲手绘的。有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帮我一下？帮你。这是小小的礼物吧？是，我们是。对，就艺术家亲手绘制，非常有温度。它是青花瓷。对。台花窑烧制到可以这么温润，可以这么美。是不是很有感觉？是，你不要客气哈。质感就是不同。是，对，这个亲自，然后台花窑这么棒的盒子，还有我们台花窑今年刚好43周年，我真的是很荣幸，他们刚好搭上5月份的周年庆这个一个喜庆啊，今天也是台花窑的喜事之一。对。他们在就是团队在做事都是全力以赴，然后凝聚力非常强，然后做每一样事情都很用心，那这个连这个椅子都是用最棒的这样子，还有一套这样子，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感谢。